眼下追查虎符下落尚需时日，唯有霍氏虎符可以依旧了。少主公，这虎符乃圣上当年赐予霍将军的，也是霍将军在世间仅存遗物了。你当真要拿去给程娘子做人情吗？我霍氏虎符与太子殿下手中那对出自同时，除细微花纹不同以外，可谓是一模一样。唯有这样，少商才不会露馅。圣上心疼少主公，才将霍将军这对虎符赠与少主公做私符，如送出。